OK， 来到 Morning Call 时间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玩一款比较特别的游戏啊。这从我们的音乐跟画面，应该是一款恐怖游戏，应该说非常恐怖的游戏。那么这画面风格呢，我想大家应该很容易就能猜到它是什么类型的。它就是那什么Freddy Fazbear， 就是。Five Nights at Freddy's 就是那个什么午夜熊后宫的那个同人游戏，对，哦，不好，现在有点脑袋恍惚，刚刚做一件有点特别的事情，现在脑袋有点恍惚，没关系哦，因为现在这种精神状态玩这游戏最好那事实上呢，这个《弗莱迪的午夜后宫》这个游戏出来之后呢，其实我知道那翻译不对了，不过我觉得蛮传神的。这个游戏出来之后，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同人游戏出来，甚至还有那种色色的版本。对，那个 PD 派前也玩过。那这一款呢，其实它其实是在巴哈姆特的恐怖惊悚版上面有人分享过。那有一个观众呢推荐给我，那我看了一下，觉得应该是蛮有看头的，就看他介绍稍微应该是挺有趣的，所以呢我就决定来玩一下这样。对，那玩法呢听说差不多，就差不多就是那样的形态，所以应该不需要多做介绍。我们之前已经玩过本传了。对，好，他说只有个晚上，所以我相信这游戏应该进行的非常快。好，那不同的是呢，之前是5只，我记得是5只吧，好像5只还是4只布偶，它这是44个蛋的，好像是，挺有趣的。Survive at one， 哎呦，看一下电话，自己就开起来了，大便了，眼睛是眼睛，各种眼睛啊！这是麦当劳叔叔吧？这不小熊维尼吗？是马里奥医生吧？所以 Donkey Kong 这样我前两天才玩过而已。这些东西啊，开灯，关门，Usage。哇，是用电量的意思吗？哦，看，祸害你好，看看这个摄影机好像不会耗电的样子，所以我应该要存活多久？哇，不行，关门好耗电哦！为什么关门会耗电啊？这到底什么？这什么诡异的机制？说真的，为什么关门会耗电？不是开门才耗电吗？哦，有奇妙的音乐。怎么来这边了？蛋不见了！等一下，麻麻的，我要走了。再看一下，蛋兄，你看起来有点可爱啊嘞！后面三只猴子好像也动听控了。哦，不行啊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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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嗨！哦哦哦，你牙齿看起来有点白啊，让我觉得好恐怖啊！还不走啊！赖着有点久啊嘞。蛋可能感觉还好吧，我觉得。你还在？电快被我耗光了，这样对吗？Hello， 蛋离开了，都离开了。OK， 真是按错。闻到一股烧焦味，关掉，关掉，关掉。又跑掉，你又过来了。
灯，没有，哦，啊，不过说真的，开摄影机不会耗电，这点已经算好多了。不然其实我觉得这还挺鸟的，啊啊啊啊，走了走了，啊来了来了啊，怎么才两点啊？时间过得好慢啊，我觉得不管怎么办才好了。Usage， 哦，你待好久哦。赖着不走不好哎、欸，都走了，真乖啊，真是。咕噜啾咕噜啾咕噜啾，那是那个蹲马桶那个威胁性好大。哦，靠边照进来了、欸。蛋哦，蛋在这边。哦哦，时间过得好漫长啊！嗯，哦，蛋又不见了。哦、I will run. Oh no! Oh! Yes. 啊。我被 gain over easy， 我、哦、来不及啦！那个他就是那个大鸟，那个狐狸吧 ，Foxy 的位置。OK， 现在几点了？现在才不是几点，现在才过七分钟哦。拜。啊、哦，精神都来了。再一次吧，啊，还蛮有趣的，我觉得，因为他摄影机，他那个监视器不会耗电，这点我觉得很不错、啊。嗯，只那个在拉屎，不知道怎么办，我不知道怎么去对付那个在拉屎的家伙。反正弹一律从左边嘛，这倒是有个很不错的规律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已经出现了。Really so fast, fast, fast。哦，哎，你又走，哦，你们好任性啊！哎，这样玩到五点，玩到什么时候啊？我就玩那么久，才玩到两点就挂了。哎呦！还在这边，蛋胸不见哦 ，fuck， 牛、nope ，蛋胸回去了。哦、oh, ，这电来得及吗？
就只怕那一个而已，威胁性有够大了。灯也没有 ，no， 啊，啊，还在这，哦，那回去了。我如果有问我怕不怕，我觉得还是蛮怕的，其实。不过三只是还可以，就是啊，跑掉出现了吗？哇！嘘，哦，哦，浪费电啊！三点嘞，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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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刚才没讲话，我好认真哦，就这么认真玩游戏，就要给自己拍拍手。蛋兄，蛋兄在那边。哦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压力好大。No， 我靠！哦，啊！哦，太难了。我觉得比本传还难，本传还比较容易一点，是吧？再多久了？13分了，13分。我们再挑战一次，最后一次好。我知道大家看有点闷哦，但是我觉得，我觉得我应该要试着挑战一下。我后来发现这声音够大声的，糟糕！好，最后一次了，最后一次了，到六点嘞！我的妈了，六点，时间能过快一点了。快发疯了！我都可以点点看。What？ 牛刀普尔 ，He yes。哦，太快了。等一下，还在这边。欸，到什么理由那门不能一直关着啊？好奇怪啊！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关门不就是门存在的意义吗？啊！哦，丹兄，丹兄来太快了，好猛啊！丹兄，那个和蔼可那脸有点让我不知怎么办才好。还在啊，丹兄 ？No， 你们快吓死我了、啊！
都先关起来说。哦，丹兄回去了，你还不回去？哦，快回去啊，你！哦哦哦 ，no！ 我丢，啊！啊，方块方糖回去了。方糖先生你好，方糖先生。啊，也算暂时离开了吧。好电欸，你们两，你们几个人是吃超吃电，吃电二人组。先全部关起来，再观察他们现在的东西。哦，在这里。开门。耶、欸！哦，啊！哦，蛋在这边。OK。蛋兄不想走啊，蛋兄。不，方糖兄不想走，方糖兄。这样子我很困扰的，方糖兄。你太耗电了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方龙兄回来了啊！糟了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还要死棋了、啊，我觉得。哎、欸，都不能按嘞，糟糕 ！Honk, honk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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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nk.、欸好，被吓了，差不多了，我觉得，因为他已经不知道按什么东西，不知道按的话，他就是要死了。好，准备了，三、二、一，我这就很强制性的。唉，可是他锁定，他已经进来，所以没有办法关门了，应该是这个样子，卡在那个地方。这算 bug 吗 ？OK， 不管怎么样，好了，其实快20分钟了，我们认真的玩了，被认真吓了三次哦，两次，第三次不算被吓到，第三次我已经有预防了。好吧，那么游戏基本上呢，算起来是一个无解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破这个游戏。那大家如果想找的话呢，直接看这上面标题的 One Night at the Flumpies， 知道这个游戏。是免费游戏，你去输入关键词到 Google 里面去，很快就能够找到了。对，那它还有后两代哦，就以后我再看看有没有机会跑、啊。好像还有二代跟三代，好像有啊，我不是很确定，好像有。好，那么关于这个游戏呢，它的解说跟它的里面每一个怪物的那个背景故事呢，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到巴哈姆特的恐怖惊悚版。可以直接很轻易找这篇文章，然后呢就可以去看，里面有相当详尽的介绍。那游戏载点的话就请自己 Google 了。我们基本上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去提供游戏载点，我就觉得很麻烦。好，那么希望大家看了还算 OK 那么今天的游戏时光就结束，好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